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二眼陈慧田，我来自马来西亚。阿巴卡巴什么 ？Saya Orange Tan Hui Tian dari Malaysia。Gembira, gembira。食物三大民族，天气。哦，这样我一定要唱五月天的、啊。每个孤单天亮，我的一个人唱，默默的一个，默默的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我一定要唱对。默默地唱着旋律，和我心交响。如果你来到 Malaysia 呢，你一定要去槟城吃嘢，真系好多嘢好食噶，真系好好味噶。海南鸡饭，还有就是板丹粿。小小不一定要买的那个。来到马来西亚，你一定要吃纳西勒玛，还有肉夹、全都。哎，怎么办？很多。其实我要吃一个非常普通，可是我很喜欢在他们的茶餐厅点的，就是西亚翁炒面，很好吃。卤肉饭，还有欧阿米刷，还有臭豆腐。东方之珠。哎呦，我买的字。中哦，干美安妮啦！隔壁邻居的邻居的邻居的女儿，每天穿那个裤子啊，短到看到那个微笑线哦，唔烫啦，唔烫啦，哎呦！我表 ，You haven't buy 呀，哎呦 ！Don't want 下雪米啦 ，Don't want 老鬼啦。然后为什么我会画四个人手牵手呢？因为在新马港台都算是我的朋友居住的地方。如果啊，我自己想象啦，再用想象，因为真的比较少过去。我去新加坡，我就会去逛逛，因为那边非常方便，而且地理位置也比较小嘛。对我这种很容易迷路的人来说，是很 OK 的。香港去到的地方就是找我老公啊，还有去吃东西，台湾一定是要去找朋友。我2016年的时候，我发剩女专辑的时候，人生第一次在海外宣传。我那时候就去了新加坡933，还有在他们的书展上唱歌。我第一个出国旅行的地方就是香港，那时候就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去那边玩，也是第一次去 Disneyland，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啊。台湾。印象非常非常深刻，除了就是找朋友之外，一定要讲，不然我朋友会生气。就是我公司，他们送我到高雄去看五月天的演唱会，好开心哦！我不敢说合作好不好？我可以不可以跟郑慧玉拍照？阿姐就是我们从小到大的偶像啊，一定要跟她拍照啊！台湾，好啦，也是一个梦想嘛。我当然是希望今天可以跟他俩徐佳莹合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人陈慧田，马上下载 M Play 体验新马港台四种精彩。